数石化西井事业部西井一厂，位于麦寮工业园区正中心。平时借由全体同仁的努力，秉持企业追根究底、止于至善的精神，把节能口号化为实际行动。另外，借由以下的改善措施，达到节能绩效。第一项，地面燃烧塔软管蒸汽增设有机兰肯循环发电机组。第二，丙烯金六塔入料层调降，节省蒸汽耗用。第三，汽油输送泵浦改变频马达操作。第四，反应器再生器回收，提供热源给其他设备再利用。第五，控制室及电器室改 LED 灯具。本厂将借由减少排放跟新能源开发，达到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的。本厂地面燃烧塔软管蒸汽，原始设计排放大气，增设有机兰肯循环发电机组，将软管蒸汽回收转化成电能，实现了低阶热能再利用之改善。这个是我们的丙烯蒸馏塔，为厂内高耗能单元。随着调降入料层从脆板103层到93层，每年可节省蒸汽用量12440公吨。这里是西井一厂控制室，这个系统可以帮助我们快速掌握裂解炉的能耗状况，使我们能够更快速的调整整个裂解炉的操作状况，让我们可以及时掌握现场的资讯，如果有发生异常可以立刻的处理。